哇，大包子，开口笑，好烫呀！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老猫。入秋了，咱们今天要做入秋的第一顿包子。好久没有包包子了，现在虽然条件有限，但是老猫也要秀出两把刷子。先来发面，普通中筋面粉，加入酵母，拌均匀之后用温水来和面，揉面成团，盖住，放一边，发面量杯大。来看一下老猫准备的菜，豆腐、香菇、小葱、莲花白、胡萝卜，再炒个鸡蛋，泡了点粉条，七种馅儿，这个十斤包子做出来好吃。切菜一把小刀完全搞定。开始调馅，粉条、鸡蛋，调味加盐加酱油，十三香，最后一个香油。这个包子馅非常香，十斤馅，面发好柔光排气。今天做大包子，面剂子下的大一些，十斤大包子非常大。这馅我刚尝了，味道非常出色，一锅可以蒸六个。剩下两张皮儿，一些馅儿做成一个馅儿饼，这可是相当的丰满呀。时间到了，开锅。哇，大包子，开口笑，好烫呀。哇哦，烙的两个饼也好了，金黄酥脆。制作一个辣椒醋水。对啊，开碟开碟，包子一掰开太爽了吧。先尝一下原味儿，味道也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尝一下这个菜盒子啊，比包子还香。丰富多彩的馅儿，补充你的维生素 A B E F C。哈哈哈哈哈！很好吃，灌上辣椒醋水吃着会更香，灵魂就来了。辣椒醋水的神奇之处。把一个不怎么好吃的都可以变好吃，把好吃的就会变成 very good， 非常棒。吃扣兴奋剂。哇，怎么变？哇，香，太香了。我现在就觉得包子比这个菜盒好吃呀，包子柔软的很，口感特别好。我太爱吃包子了。快乐似神仙，拜拜，明天见，爽。